妮妮，不要推我。 让开，妮妮，要喷出来的，我到了啊！嗯、砰！哦！哦！岩浆，这是烫的吗？会烫手吗？不会，这是硫酸，不要手摸。妮妮不能使用。 啊，你看好，里面有水啊，我再倒进去一点啊。嗯。再加一点水。妈妈。等一下啊，这里面有水。 这种有泡泡的留下来才就是干净了。你多少次？你怎么爆炸？你看没有那么危险。 没有那么危险吧？他说：“如果这里面用可乐倒下去更厉害，爆炸。”你要试试看吧。那你倒。开关开了。那你去开吧。